桂林时间林中玉女 Le Bain de Pied， 它的创作者是法国印象派画家卡米耶·毕沙罗·甘密·毕沙霍。从这幅画的法语原名来看呢，画中的女子只是要洗脚而已，并不是要洗澡。这幅画创作于1895年，现在保存在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美术馆。那惠琳呢，是在巴黎的卢森堡博物馆举行的临时展览上看到了它。这个展览从2017年3月16号持续到7月9号。这幅画当中，毕沙罗采用了点彩的画法，因而产生了一种扑朔迷离的效果。人物形象的轮廓不明晰，却与环境背景相融合。惠琳时间，法国巴黎。